嘿咻嘿咻，买菜去啦！哦，哎呦，哦，有时候哦，哦，自己买菜也会担心身体受不了呢。还好有高龄友善公有市场照顾我们老人家，这么多休息区、扶手、无障碍坡道、友善设施，让我好放心哦。有了高龄友善公有市场，欢喜逛菜市啊，安全又安心。当我们老在一起，新北市与你健康快乐在一起。